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24岁鲜肉男心理中另外心斯文帅气，曾演过《碧血女人》《好想谈恋爱》《至圣先师》等偶像剧，近年来在中国发展顺遂，星途备受看好。不久前他回台拍戏，谈及未来工作计划，松口透露之后将赴南韩接受练习生的训练，而传出幕后推手居然是中国当红男星鹿晗。李宗霖四年前因参加超级偶像被经纪公司相中签约出道，目前是关晓彤工作室旗下演员。去年他演出《轩辕剑之汉之云》时与关晓彤配对，由于两人过去合作过多部戏剧，私底下不但是多年好友，更是工作伙伴。据中时报道，他最近接任台视在立新中日偶像剧《一千个晚安》预计等拍完后，公司便将他安排到南韩接受练习生的训练。据传出是由关晓彤的男友鹿晗牵的线，鹿晗2008年赴南韩留学，隔年成为 SM 娱乐旗下练习生，之后便以韩团里 XO 成员出道，四年后退团回到中国发展。去年大方认爱关晓彤时轰动整个演艺圈，据媒体报道，他除了会在工作上给予女友意见，提供如何经营新一代男偶像等建议，对女友旗下艺人黎宗霖也是爱屋及乌，因此让黎宗霖星途备受看好。黎宗霖昨天出席《一千个晚安》戏剧发布记者会，记者潘少棠社鹿晗哟去年认爱关晓彤引起轩然大波，反射自微博